兄弟姐妹，开饭了！今天吃个羊腿，这个羊腿炖的有点烂糊。先给我老爸老妈先来一块儿。哦，这一块儿，老爸，咱们再来一块儿吧，有点少。快！哦，看，烫一会儿。够吃了，来吧。哦，我爸来，再来，都吃点啊。咱们交给。哦，这个羊腿买的时候是6斤重，咱们开搂，很烂的吧？嗯，来，这个羊肉过来，男人们。给校长点点点，鼓励鼓励，谢谢大家。这可是纯肉啊，兄弟。肥呀！
原汤化原食。吃饱了，感谢观看。